种苗改良、哦、当然有啊、欸、台湾一直最文明的就是我们的配种跟改良我就知道你要跟我我就知道你跟我讲这个好好讲的也不错、啊、这样讲的也不错一直最有名的、啊、你看那五指西瓜哪里来的、嗯、很好很好台湾呢、欸、应该多红多久了还好你后面讲个植物嗯，这个很明显吧？请问还有什么？那你的钢筋需要种苗吗？我今天给你介绍就是种苗改良繁殖场的厂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他本身也是在植物生命科学当中，他是属于博士级的朋友哈、嗯。张定林，张厂长，你好，厂长。凯伦哥，欢迎，没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你为什么表情跟感觉好像原住民哦？你觉得我像不像？像。Yes。是吗？是我是宜兰人哦啊，宜兰苏澳那边是泰雅族是吗？早期的时候应该是属于哥玛兰哦、啊，哥玛兰的领域领地。哥玛兰对，因为我是现在这样转过来看您讲话，而且你知道原住民讲话刚上节目都有个特质，两个字，老实的表情，还没有到黑旋风他们那样子的，懂不懂？哦、还没发起来，他们有了，对他们有了，就是一般来讲，就像马耀唱歌，他的表情就回到原住民的本质，老实。一唱歌，那个本性就出来了。嗯、你讲话也是这个部分，我想哈、啊，早期的时候汉民族、汉族进到格马兰这一块领地的时候呢，宜兰，哎，宜兰，格马兰都没有、嗯、没有有五杂包公。嗯，我杂波做，我杂波做，我杂波工，你听得懂吗？杂波做，意思说有唐商伯，没有唐商伯，是的，是的，会有这样的情况。是，所以大概我相信我们汉民族早期来的时候，都跟我们格马兰族的女士通婚。所以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血缘。难怪我的宜兰朋友都是高鼻子大眼睛的，都有一点可能性、嗯、对不对？其实注意看哦，在汉族比较传统的那个面相啊、嗯、通常是单眼皮，对对，日本人也是单眼皮，没错，对，那你看、嗯、有些像藏族那边的、啊、就是双眼皮，你那双吧，然后在台湾你会发现有很多都是双眼皮，那你嘛要你内双啊，对，我是内双，内双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藏起来的比较闷骚一点、啊、后脑长得比较像金城武的、啊、是是是是，你不知道我今天要给你介绍这个农委会的一位长官哈、啊，就是种苗改良繁殖场。平常讲马耀是聪明，我这样一讲他就马上点出。我昨天在看这个种苗改良繁殖场，然后有看到繁殖技术科科长，我在想厂长你一定是从一个基层做起的厂长，可以这么说，这是属于公务机关，对不对？是的，农委会嘛。是的。你是多久前开始进到这个团体里面？我真正考试及格是在1981年。哦，因为你们一定要经过公务人员的考试，是吧？1984年分发到这个当时属于农民厅啊种苗改良繁殖场。这我就知道了。对，那这个厂其实。它相当的特殊，它就是属于政策性种子种苗的繁殖的一个基地、嗯、是，那这个基地呢可追溯到大概1913年。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日本时代吗？哇，日据时代为了要推动这个、嗯、甘蔗，它是战略物质、哦、为了生产甘蔗，嗯嗯，所以这个当时的台北总督府有一个殖产局、嗯、那就在我们现在新社乡新社区这个地方。新社好，你等一下、马耀先生、嗯、新社在哪里？新社你答不出来是正常，你只要告诉我实话。哎，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 我有听过可是我忘了。好，我有听过新社，好像花草很有名，花草感觉上花草啊水啊还有什么植物也是新社很有名的，一下脑筋跑掉了。香菇，是，我是看很多那个一些台湾史的书啊、嗯、好像关于什么社什么社都跟原住民有关。来揭晓答案一下。可以这么说，我想马耀讲的没有错、嗯、其实新社比较有名的有两个新社、嗯、一个是在花莲新社。哦、嗯、你们花莲有新社、啊、这就是格马兰族迁徙到那里的一个聚落、哦、是叫新社。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啊台中市新社区，嗯哼，也就是现在往东市隔壁，嗯，啊就是在啊台中市的东北方，嗯，对，它有一个大概500公尺的河街台地，嗯哼，这个台地呢大概有1500公顷到2000公顷的这样一块地，是叫做新社区，早期属于新社乡，哦，哎，嗯哼，有概念了，从台中到你们新社区要多久时间？大概要40分钟的时间，不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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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是要爬500公尺高的山路，哦。那我刚刚讲说我对新社的一个认识没有错吧？是不是香菇跟水很有名？是，为什么？因为它海拔500公尺，所以相对比较冷凉啊，哦。那冷凉的话就适合种香菇，香菇是大概近20-30年的事情。哦，其实更久远，它其实新社这一块地，它就是一块处女地，嗯，那它是一个隔离地区、隔离带。什么叫隔离带？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刚才谈到啊，甘蔗嘛啊，嗯，那日本人当时日据时代在那里1913年设了蔗苗繁殖场，嗯，叫做大南庄蔗苗繁殖场。哎，我听过大南庄，嗯，蔗苗繁殖场，在你们那边是蔗苗繁殖场。那甘蔗在啊，我们低海拔或者是在我们平地生长的 是没有问题，嗯，可是呢那个蔗苗本身它会带病，哦，啊，对，因为它可以从母体，那它是切茎繁殖嘛，嗯，切一段一段就可以繁殖，哦，是它如果离病以后，它可能这个种苗就带到下一代去，嗯，比如说甘蔗的鹿菌病，嗯啊，嗯，它都会遗传。你说生病的病吗？对对，生病，哦，对对，植物生病，植物生病。可是呢，它如果到500公尺这样一个隔离地区来种的时候，它也比较冷凉，这个病是属于热带的病，哦，那在凉的地方它就不发生，哦，所以说当时就在新社区，嗯啊，这里就建立了蔗苗养成所，1913年。蔗苗养成所在早期的时候，民国初期的时候，我们台东有2个糖厂，哎，然后那边都种满甘蔗。对，我去过。是，对，因为现在这两个糖厂都变成艺文特区。嗯，是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嗯，对不对？不过我们刚刚讲的种苗改良繁殖场，你知道我一想到繁殖就想到鸡啊、狗啊、猪啊之类的，可它前面是个种苗，嗯，这是跟您所念的有关相关吧？是，确实是有相关哦。那种苗其实在植物来讲，嗯，它也必须要有健康种苗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体系。是的，所以你的种子也必须要是健康的，繁殖出来给我们农民社会大众来种的时候，它才会是健康的。是的，那现在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厂玉米、高粱，嗯，大豆的种源很好，还是在我们这个块基地来。嗯，那这一块基地可以讲说是现在台湾仅存的处女地，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山高水清，哦，是，就像我们卡伦哥刚才讲说那里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菇类栽培环境。是是。